忙碌和喧嚣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，快节奏的生活，沉重的压力，不免让人杂念丛生，焦躁抑郁。怎样才能洗去内心的浮躁，让心清净无碍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经。佛教对于经典的供养有五事：一受持，二读，三诵，四书写，五香华杂宝供养。抄写经典是一个极方便易行的行门，人人可行，家家可做。净手、沐浴、焚香、点墨，一笔一画，用心临摹，在抄经中静心安神，在抄经中深入经藏，在抄经中行法供养，于一念间让心真正回归到清净无染的真如自性。为令净土法门久住，广度众生同生极乐，东台弥陀寺于2023年5月发起百万弥陀经手抄经活动，将这部可以再流传9000多年的经典与百万善信广结善缘，愿此经成传家宝，千秋万代立子孙。正所谓正法久住，人人有责，生命有限，法脉无尽。虽然我们的生命只有短暂的几十年，但若能在有生之年为此世间留下这部传世经典，即使再以自己微薄之力报佛众恩，供养三宝，弘扬净土，利益后世无量众生。愿我书写的经典能保存到佛法灭时的最后一刻，愿我书写的经典能利益每一位有缘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每一位净土行人都应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。为方便大众抄经，东台弥陀寺特制手抄版百万弥陀经，专用钢笔、镇纸及香炉，诚邀百万善信清净正法，自利利他，恭敬祈请，欢喜参与，广宣流布，共襄盛举。中国历朝各代诸多的虔诚佛教信仰者，包括出家僧人和帝王、官吏、工人、士大夫、平民等在家居士，或为弘扬传播佛法而抄经，或为祈福、报恩、布施、超见亡人而抄经，足以见得抄经的功德之大。弘一法师说，抄经有十大利益：一，从前所作种种罪过，轻者立即消灭，重者也得转轻；二，常得吉神拥护，一切瘟疫、水火、盗贼、刀兵、劳役之灾，悉皆不受；三，素食愿对贤门法义而得解脱，永免寻仇报复之苦；四，夜叉恶鬼不能侵犯，
毒蛇虎狼不能为害。五，心得安慰，日无显示，夜无噩梦，颜色光泽，身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六，至心奉法，虽无希求，自然衣食丰足，家庭和睦，福禄绵长。七，所言所行，人天欢喜，所到之处，常为众人欢喜爱戴，恭敬礼拜。八，愚者转智，病者转健，困者转亨，不愿为妇女者，报谢之日，皆转男身。九，永离恶道，受生善道，相貌端正，天资超越，福禄殊胜。十，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，以众生心做大福田，获无量圣果，所生之处常得见佛闻法，直至三会宏开，六通清正，速得成佛。应祖说，欲得佛法实义，须向恭敬中求，有一分恭敬，则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；有十分恭敬，则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若无恭敬而至懈慢，则罪业愈增，而福慧愈减矣。可见，能如法恭敬抄经，则能消无量罪业，增无量福报，得无量智慧。抄经仪轨：一，换上整洁干净的衣服；二，漱口，净手洁案；三，熏上好檀香或沉香供佛、拜佛、忏悔，请佛加持。四，整肃身心，静坐片刻。五，合掌三称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并真诚发愿，恭敬抄经，当愿众生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。六，展开抄经卷，端身正坐，恭敬抄写，不必求快，应一心一意，一笔一画，字字清晰，随文入观，如此可兼得书写、受持、读诵之力。七，写毕合掌回向，抄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圣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八，起坐，礼佛三拜。抄经注意事项：一，确定目标，虔诚发愿；二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；三，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；四，圆满回向，自利利他。抄好的经怎么供养？一，可供在自家佛台，流传后世，如供佛像一样恭敬顶礼。二，可自行每日拿此手抄经读诵。三，可供养给
有需要的同修广为流通。四，可供养到佛教寺院庄严道场。愿此经成传家宝，千秋万代立子孙。百万弥陀经每一本手抄经都凝聚着众多护法的善愿，愿大众发菩提心，广宣流布本次抄经活动，以珍重心、感恩心、恭敬心认真抄写，以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善根增长，福慧增上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